你看到那个微信上面的，他那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那这机器还有一些更牛逼的是吧？啊，更牛逼的那些呢？要去找你们罗总拿钱先就做了。啊，那你发的那个，啊，发的那个微信里面那些啊，有一些更牛逼的机器啊，就不卖给他，100万一台，收购200万嘛，就不卖。天，真的我。这个时代有一点稀了，这个风口好像没怎么平一样，这怎么年轻啊？